是的，主播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红色机车斜躺在机慢车道中间，杂物散落一地。仔细一看，口罩、安全帽内衬都沾满鲜血，触目惊心。一旁员警指挥交通，让车辆能顺利通过。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新北秀朗桥，18号凌晨12点左右，女骑士骑经秀朗桥，疑似不慎撞上分隔岛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脸部和头部重创，鲜血直流。路过民众看到，连忙报警处理。因为这边特别黑嘛，没有灯光，他刚好躺在那边，我是差一点过去，因为我才发现下面有一个人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车就是躺着，人也是躺在地上，对啊，也没有看到他摔车的过程。我只是报警。救护人员到场时，女骑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紧急送医抢救，人宣告不治。警方表示，后续将抽血检验，厘清有没有酒驾。因为现场没有监视器，详细事故原因还要再调查。以上最新主播。